全会拄到耶稣，会去拄到上帝，透过敬拜主，唔只会拄到上帝，拄到上帝会看到尊重，人会改变。你的生命改变，不是听牧师来讲道，虽然牧师真够讲啊，但是你的生命改变是因为透过你的敬拜主的时阵，上帝帮到你心，你去帮到上帝的时阵，你的生命。这就是我讲的敬拜主带来上帝同在，会听你讲大声阿门无？所以现在我会接到讲，爱伴听你的，爱帮助你，就是学来学习安怎来敬拜主。但是我一人做未到，我需要你的合作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你知吗？我爱甲你讲是敬拜主。比较了物件，较要经过任何较了物件，包括牧师讲道，真侪人唔知影。各位古约，你看，犹太人第清楚咧，每一道人去打仗啊，全世界干那一个军队，都是犹太人的军队，人去打仗时阵呢？中国你看，有《孙子兵法》啦，有真济安尼古书目，也讲啊，拍来拍去，战来战去。但是犹太人也去打仗时阵呢，也派头前去打仗的啥人？啊，咧拍吉他的啦，啊咧唱歌的啦，啊咧祭司也头前去吹喇叭的，去头前。啊，意思咩？意思是讲犹太人真啊清楚，伊讲个物件，犹太人清楚物件。战争不是属于人的，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听讲阿弥陀，你的生命爱看到得胜，你的生命爱赢过，你才会赢过。你袂使无上帝同在，你若是爱护你每一个代志，会看到得胜会成功。你行到要学安怎带上帝同在，搞平平，你也要学安怎来敬拜主，将敬拜放在生命头前。你无看到得胜有出了，阿弥陀啊！他唱也好，所以一到四十八年，以色列对到中东的所在时阵，联合国跟了的犹伊以色列、以后埃及啦、Jordan 啦、法勒斯坦啦，跟了要来打仗，来打伊，打袂赢。伊个西里尔这些地呢，愈打愈凄惨，唔是人凄惨，是四周围人凄惨。啊，就是打袂赢以色列，以色列咧，因为以色列代表也是上帝同在的证据，也是上帝同在的证见证人，也就是上帝同在的代表。哈利路亚！相反的，若是今日你要看到人，看你是有底有无相，因为人要对你来交谈，人要来认捌你，捌你耶稣。如果要有上帝同在，你对谁？我你阿姨影响你来到上帝面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弟兄们，当彼位时阵，我还是看了这经文，可能都太贵，可能都太贵表面，来到头顶顶。先你讲物件，咱是为了打仗而去准备的，但是。得胜做重要话，你听讲阿咩咯？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咱人靠的，咱我靠的是耶和华，咱人上帝的名，阿咩？所以以色列今日搞今日，阿你这国家怕伊怕未多，唔是你是想怕，你又想怕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，哈利路亚！